在协会里面表演啊，然后能够在这边表演，除了这些老师啊，那当然呢、啊，也有许多志工平常他的付出啊，哦，像这是我们的志工啊，我们的刘老师啊，平常我们都在协会里面帮忙、啊。那另外还有一些，大家看到年纪比较大的，啊，都要上大学了、啊，都要上高中了、啊，啊，他们都会平常每个礼拜都会来帮忙，帮忙我们管理这些小朋友啊，协助他们平常的练习啊，啊，这些大家在这边哦、啊，就看到社会上有一些默默在付出的啊，那这个力量结合起来就觉得哦、啊，好感动。然后在这个团体里面，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活动，就觉得自己好像每天吃的营养一样，精神就会很好，为之一振。不是老是听到那些不好的消息，我们听到都是很好的消息。那后来，接下来为小提琴组为大家表演是《爱的真谛》悲怆作品曲跟别离曲。